来看一下中国陶地精对着日本陶地精啊，一批是小孩，二批日本拉克亚。当前的对局是陶地精单挑陶丁，两个人用的阵容呢一模一样，首发中间打奖都是一模一样的角色。日本陶丁现在掌握上车的先手了，小孩的陶地精有点悬了，要不要赌一下？夏清源马上派征啊，直接确认上 ES 连段。现在拉盖亚的中间是阿珍，阿珍现在不慌，毕竟他的体力也要领先于对方的陶地。小孩的优势现在已经建立出来了，对面的阿珍已经没有了，这一把赢得非常的简单，很轻松啊。现在拿到了带点灯的小孩，对面的克隆还在做一个扎实的进攻，进在角落里，小孩的阿珍做好防守就没有问题。进程中开始发一些反击了，也吹飞镰，现在留着气准备再打下一波进攻，前冲一个飞头。拉盖亚现在手上有武器克隆，不过他的克隆体力有点少啊，如果被小孩抓到一个破阵的话，他就有点悬了，非常的危险了。好，提醒单挑赛这把谁能先亮灯呢？小孩的草地现在正在被拉盖的草地精关到厕所里了，小孩大喊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这里堵了一个衍生龙啊，这个雀板衍生龙打的还是比较解气的，终于是出来了，现在轮到
现在拉克亚的血量跟小孩的差异已经不大了，小孩再努努力就有机会拿下对方 JB。 那同样的角色珍妮特就看谁的捕捉能力更强了，小孩下盘轻拳摸奖，这里距离没法再次派生啊，还有一个机会。虽然说小孩是最后一个人了，但是对面的中间师娘也没有特别多的血量，可以能够维持多久的体力，苟延残喘罢了，不要慌。现在已经是心理层面的博弈了，技战术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啊，大家都会啊。本身空这个角色太高难度的连段不是很多啊，现在和龙要打出招牌超杀啊，大爪子。